今天在中国咱们还是中国记者，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支持。其实我们在赛前也做了，确实做了很多的准备，在小组赛当中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顺利的这个开局，我们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好，所有人都很努力，而且我们展现出了我们应该有的这种面貌，尤其是在加盟合作战。那么另外一个，对手。 这种防守强度其实给我们在上半场造成很多麻烦。那我们在下半时，大家就是更专注。然后我们在半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讲，我们在下半场整个就适应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虽然远投一时没开，但是我们在打了一些转换，能把比分就翻过来以后，那么等于是把对手给压住了。我们只是小组赛的一场球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后面两场小组赛这个比赛同样也打好。 大家心里想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一样，就是都想打好比赛，太想赢球，太想输，所以说开始以后大家不够那么的放得开。知道下半场比较开始进攻上遭遇了自己节奏，然后一直坚持到最后，特别下半场没有出现一些致命的失误，也忘了节奏，所以整个下半场要好好总结吧，准备一下下比赛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